艺人王心颖同埋 Rubber Band 嘅鼓手黎曼，日前被爆出入纸注册结婚，仲疑似相喜临门，两个人嘅疑结婚通知书亦都曝光。从上面可以见到，佢哋喺13号入纸结婚，黎曼报称离婚，而心颖就系未婚。黎曼嘅职业报称系音乐人，心颖就系唱作人。而心颖较早前被问到婚讯嗰阵，就用我俩嚟形容自己同埋未婚夫。佢感谢大家嘅祝福，并冇否认到相喜临门。而另一边厢，黎妈亦都表示多谢大家，睇嚟系齐齐默认相喜临门。早前同老公张继聪一起担任姜涛演唱会嘉宾的郑安琪，今日就出席音乐节的宣传活动。因为音乐制啦，即系我有机会同嘅 fans 一齐演出啦，咁系好开心嘅。因为呢、这个已经系举办咗好几年嘅，之前每一年咧啲 poster 都靓到飞起咧，系直接吸引咗我，好想参与。今年就輪到我啦，好開心。咁就同埋我嘅拍檔係 The Hearst 啦，我都好中意佢哋，因為之前我拍緊劇嘅時候咧，佢哋開 show 咧，我都係即係好積極咁去搶飛啦。咁啊，同阿正留咗啲飛咧，就係都要去睇啦。但係估唔到當日咧，我真係飲行係去唔到嘅。咁但係我嗰個 concert 腳咧，就張繼聰咧都有去，咁佢就去現場直擊話翻俾我聽，咁佢睇完都好開心。而亞 K 講到姜濤就讚口不絕。咁做姜濤嘉賓，你覺得點樣係個感覺？佢做姜濤嘉賓其實認識咗係好耐啦，即係佢新人嗰陣時已經即係佢初初出道我已經認識佢啦。咁同埋佢同阿聰係好多聯絡嘅，咁所以私底下咧我知道，即係見到佢咧就睇到啊，我都有行過類似嘅路，即係每一個藝人咧，即係越多人去注視咧，其實調翻轉咧，就越多嘢好難同人分享或者分擔，因為工作好繁忙，或者好多人望住你咧，你好想次次都俾歡樂啊、正能量啊、開心啊，表現最好嘅一面出嚟啦。咁久而久之咧，有時有好多嘢唔想解釋啊，或者或者有啲嘢心即係個心情未必好好嘅時候咧，會收埋咯。咁我認識嘅佢就係一個咁嘅人，對自己要求好高啦，有時有啲嘢又會收收埋埋啊咁樣，盡量想將好嘅一面即係送俾大家啊咁樣。无线电视收视近年有下跌的趋势，日前有网民就在讨论区提出有关 TVB 很容易可以提高收视率的意见，开名要重用四位的男艺人，包括陈金宝、黄耀英、曾展望和罗启豪四位主播，演员都全部是一些新的面孔，无可否认是一线小生的行列之中，大多数都是年近40的大叔，不是说有资历有经验就不好，而是 TVB 可以考虑参考隔离台，增加啲年轻艺员嘅曝光机会，或者以新演员做主打拍剧、主持节目，从而吸纳呢啲新嘅观众群。张智霖嘅老婆文文喺今日下午突然宣布离家出走，佢喺旧社交平台嘅限时动态上传咗一张佢大住个肚推住行李箱喺街头独照，话佢要冷静几个钟，仲问网民有冇地方介绍。不过佢就冇透露因啲乜嘢事而离家出走，但有网民就好奇嗰一张相到底系边一个帮佢影嘅，甚至猜测就系佢老公 Steven。日前突然有报道就传出，王心颖同黎曼已经正式入纸申请注册结婚啦。早过今年元旦宣布婚讯嘅汤乐文同马国明啊，有人就觉得王心颖系想抢先一步结婚，另外亦都有人话佢哋系相喜临门啊。现年34岁嘅王心颖喺2019年爆出安心偷食事件之后，形象尽毁，受尽千夫所指。当时佢嘅男朋友马国明就选择忍痛分手。但对于旧爱王心颖入纸结婚，我哋就联络咗马国明，佢就咁样回应：我都冇乜回应噶啦，都系恭喜佢啦，系啦，恭喜佢啊！王心颖在安心事件之后神隐接近4年，在今年的2月无预警宣布开设个人音乐品牌，还推出了2首新歌，最近更加举办了粉丝见面会。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想专注事业，暂时未想着结婚，但是日前就被人踢爆他在8月13号入纸申请排期结婚，有指他们的疑结婚通知书显示曾经失婚的黎曼
婚姻状态是填了离婚，他们两个都报称住在油塘的一个地址，而黄心颖就报称职业是唱作人。何超仪近日接受都姐郑裕玲的独家专访，小友咁讲到老公陈子聪差点冇咗条命，截肢嘅经历同埋佢嘅近况，第一次公开老公嘅病史。何超仪话，老公喺去年十月翻澳洲探亲嘅期间，揸车车亲戚去医院嘅时候，个肚痛得好犀利，结果发现系大动脉爆裂，最后陈子聪昏迷咗一个月加一个礼拜先醒翻。由于佢嘅尿道喺手术嘅过程入面俾医生钳烂咗，所以需要切除两边嘅尿道，要手插喉做口排尿，仲要一直洗肾。佢已经成个晕咗啦。哦。整个他说听不到东西、嗯、听不到东西，还有开始眼前一白，跟着就不知道什么了、嗯、然后就被送了入这个急症室、急症室啦，跟着就人家立刻跟他、就是、全身 check up 啦、嗯、送他去照做影波啦、嗯、什么都做啦、嗯、什么影都做、嗯、照匀了，跟着六个钟头后告诉他、嗯，你的动脉是爆了，现在那个即是由肚脐以下的大动脉是爆了，是爆裂了。那他跟他换，就唯有做什么手术呢，就是换个 prosthetic， 好像我们拍戏那些用那些胶，直胶做的，是的，用直胶做的，用那些 prosthetic 那种胶就换了进去，换了来他首先他钳，他真的不觉意钳坏了他的尿道啦，嗯，左边尿道夹埋。这个情况是几多日之后他开始苏醒啊？一个月。现年34岁的黄心颖在2019年爆出偷食孕妇许志安，安心偷食事件令到黄心颖的形象尽毁。在2020年，黄心颖就被爆出恋上 Rubber Band 的鼓手黎孟云黎曼，虽然两个人一度传出结婚的消息，但一直都被否认。而在今日就有报道指出，黄心颖同黎曼已经正式入纸申请注册结婚，急于正式成为例体。对于已经入纸排期注册结婚一事，兼且是双喜临门，黄心颖在回复记者的时候就以我两嚟形容自己同未婚夫黎曼了，并多谢大家的祝福，又表示没嘢补充。心颖并没有否认被指双喜临门，而只是默认奉旨成婚。36岁的前星女郎张雨绮曾经在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中担任袁老师而为人认知。昨日她在社交平台上载了一辑泳装照，还写低话：这个是夏日限定的克莱因蓝。相中她穿着一件透的蓝色泳衣，但仍然可以将她火辣的身材表露无遗。当大家都以为这件泳衣平平无奇的时候，原来泳衣中间有一些小心思。泳衣胸口是交叉女胸设计，丰满的上围越隐越现。她的泳衣除了超贴身、大酥火辣身材和蜜桃臀之外，背后也是挖空的露出美背。